今天是12月18号，周日，明天就要开盘了。最近有不少朋友在问啊，快跨年了，那跨年的主线到底在哪里呢？有人说医药，有人说消费，有人说国企改革。其实我们可以确立的一个方向是国企改革，当然医药也具备这个条件，消费也有这个可能性。为什么说国企改革是确认的主线？大家看，它涨幅不大，只-0.38%，但是个股有16家涨停。如果你去看盘面，你去复盘的话，每天涨停票最多的一个方向几乎都是国企改革。那为什么国企改革会这么强？因为它叠加了很多的热门板块，有医药的，有中字头的，有消费的，因为这些票里面很多都是国企，它具备这个国企改革的一个空间。所以啊，这个方向大家一定要注意，一定要重视。那问题是国企改革是市场的一个主线，那跨年妖股到底花落谁家？这期视频我们就国企改革的一个方向做一个全面的一个解读啊。从技术方面说，国企改革这个指数大家看啊，走出了一个连续的下行调整，它是往下走，对吧？看起来不太美丽呀，一直往下跌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个股却比较疯狂，个股的走势跟它相反，很多个股走出了连续的大涨，这里才是重心。从技术方面来说，国企改革在这里连续调整后，随时都有可能迎来超跌反弹，那么超跌反弹后，那些上涨的票有可能再次加速，所以接下来我们看重点了，个股怎么去跟踪。这是上周五啊涨停板的一个情况，毫无疑问，这些涨停的票还有一些异动的票值得大家跟踪，值得大家留意，对吧？这些很多的流票妖票都在这里面产生。我们稍微来了解一下啊，海南高速这种票是周五涨停的一个票，那么这种票能成为主线吗？其实这种票大家看啊，它是属于超跌反弹，而且它股性比较差比较弱，那么这种票在操作上面能不能追高？不能追高，追高容易冲高回落，容易站岗，所以大家要谨慎。广州浪奇这是一个烂板，而且广州浪奇啊底部出现了明显的异动，这段时间对不对？看这里多次异动，但我告诉你这个票股性也是比较差的，每一次拉一个大阳线后面就打或者冲高回落，你敢去追吗？反正我是不敢，对吧？那么下周知道该怎么办？冲高怎么样跑路啊，对不对？没票的不要去轻易的去追了，不要轻易的去接了，接的话很容易高位接盘，高位站岗。翠微股份下午拉涨停，这个票大家要重视啊，近期走出了一个底部的一个连续走强，大家看这段时间连续放量，它就有可能进入一个加速阶段。那为什么这个票要注意？那么它叠加了数字经济、新零售、国企改革等热门题材，然后它的股性已经被激活了，这里是前面出现一波大涨，调整也比较充分，有继续反弹的预期，那怎么参与呢？逢低关注，逢低潜伏为主，也就是说这个票你不能轻易的去追高，但是有分时的低点或者说五日均价线的一个低点支撑，可以去做博弈，可以去做跟踪，后期反弹的概率非常之大。先锋集团这种是超跌反弹，另外一个它是叠加题材，叠加新冠治疗，叠加建筑材料，这里的话股性比较活跃，但不是特别的强势，所以啊下周它有继续晋级的预期，但是你去追高的话还是要小心，这里是上方的一个强压力位，它下周再涨就面临强压力位，一旦顶不住冲高回落，你想想你去追的话不就容易站岗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这种票大家操作起来要特别的小心，特别的谨慎。全聚德这个是属于一个大消费方向的，但这种票的话成为跨年妖股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上方有个大哥在压着它，它在这里顶多就是一个跟风上涨，所以大家不要看它一反波了，哎，你就认为它就大涨了，然后下周一高开一冲高你就追进去，要小心啊，随时都有可能啊
出现一个高开低走、冲高回落的走势。这种情况下，手中有票的冲高，如果继续板躺，板不了，该跑还是要跑，不要看到一冲高一拉拉受不了，那就直接追进去，那这个站岗的可能性大大大强。中国医药，中国医药是近段时间医药里面的最强的一支票啊，因为它出现连续的踢板一板，对吧？属于加速，这种票是属于补涨。前面那一轮医药大涨的时候，它表现一般，但是近期太强了。这里跟信息有一定的关系啊，就是说它一个特效药的一个商品的流通，对吧？对它影响比较大。另外一个中国医药啊，记住它叠加中字头，属于国企改革，属于中字头，属于医药多肉门，所以这种票的话，下周继续进攻的概率大。没有票的想参与的，找分歧点去博弈，但是不要去顶。我说顶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吧，就是个涨停板高位去顶，因为它这里缺少换手率，一旦顶不住高开低走就是大面，你可以找分时的一个低点潜伏，或者说去博弈，它急杀跳水你去搏，搏对了大长腿，搏错了就算它调整，你亏损也不大，后期做止损也可以从容的应对。贵管网络这个是属于一个放量拉升啊，这个票说真的不好把握，因为它股性也是比较活跃的，但近期啊是走出了一个红盘震荡的一个走势，再往上走的话，看到没有，这里压力越来越大，那么你能追吗？所以这个位置很纠结，它有继续走强的预期，同样面临大上方的压力，因为它股性很活跃啊，但是同样的看量能，如果跟不上去的话，就容易冲高回落，或者说高位被砸，那怎么参与？没票的就不用去了啊，没票就不用去了。有票的考虑这个高点能否强势突破，突破过去了，突破不过去啊，该跑的还是要跑。我觉得，等他已经确认突破这个位置后，参与的这个价值更大，或者说这个成功率更高。虾饮食毫无疑问啊，市场目前的焦点核心龙头，走二波，这二波走得非常之强，那已经是翻番。接下来怎么办？其实好办了，没票的看戏的，没票看戏的，有票的记住能够守住五日均价线，守住五日均价线继续看多继续躺。其实这种票的话，它的一个目标早就完成了，已经是走出了二波的一个快速大涨，它已经短期涨幅巨大，有些人就是在前面上车的利润垫笔后的，是吧，一发现不对可以兑现利润，那没票的你再去参与的话，这种风险是非常之大的了。立身制药这种票的话，超跌反弹没啥说的，这种票你千万注意啊，忍住手不要轻的去追高，追高容易吃灭。格力地产这种就不用说了，一字板上去的那就是属于一个这个重组利好影响的，像宁波远洋这种它属于次新股啊，次新股的话套牢盘少，所以它持续上涨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，这种票倒是可以去留意，可以去跟踪。还有它是港口航运这一块属于大消费里面这一个方向，大家是可以去留意的啊。记住上方这个位置有压力，有压力突破后才能加速。环球硬物这种就是找趋势啊，找趋势的话前面大家看多次冲高回落，所以你还能追吗？不能追啊，对不对？再加上上方这个位置有压力，一旦走不过去冲高回落你就容易站岗了。对于接下来走势啊，大家以逢低潜伏为主啊。新华制药这个是近期的核心票龙头票，已经走出了一个缩量加速啊，已经突破了前面调整一个高点，那这种票它本身已经是属于一个跨年医药股的行列，那接下来怎么办？没票的也不要轻易的去追了，有票的也是一样的原理，守住五日均价线继续躺继续看多，没票的你实在忍不住找分歧点，盘中急杀跳水杀到五日均价线做个低吸可以去搏，但是搏错了要及时的出来，这种票也是存在的风险了，而且这个越走
风险越大，随时都有可能被打。陆家嘴属于一字板，这种票没啥说的。一字板的话，你想想，不给你机会，给你机会几乎是被套的。还有宁波富达，这种也是属于超跌反弹，整体股性偏弱，不要轻易的去追高，因为它题材属于一个建筑装饰这一块，感觉目前偏弱。苏州高新房地产医疗器械也是走这个超跌反弹，另外一个股性也是偏弱，容易出现冲高回落的长上影，操作起来也是需要小心和注意。其实这些啊，很多是难以持续的，难以不断上升的。那么接下来市场的焦点重心在哪里？我觉得叠加的一些中字头需要注意，比如说像中国科创这种，在周五就出现放量了，出现一个尾盘拉升，对不对？那你在这个位置你就注意了，它一旦在这里连续的冲高，连续冲高，连续出阳线往上走，一旦加速的话，会不会走二波？它是不是有机会复制这个西安影视的走势？所以像这种票才是重心，才是重点，逢低关注为主，只要能够守住二十天线，继续看多，继续躺。还有包括房地产里面的中交地产也是可以留意的啊。我说留意，并不是说叫大家去追高，对吧？周五它冲板被砸，周下周的话，它如果出现一个低开背岸，盘中低点，你可以去做一个博弈，博对了一个大阳线，那么你就会吃到大肉；博错了，它股性也比较活跃，做一个冲高跑路，哪怕是止损，亏损也不会很大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以小博大，像这种票才是大家需要留意和重点跟踪的。综合来看，国企改革这个方向，个股是比较活跃，而且很多牛股出现，大家可以去跟踪。毫无疑问，它已经成为市场最强的一条线，只不过它的方向比较分散，有地方国企的，有央企的，对不对？叠加了很多的一些热门题材，比如说医药、房地产的，包括中字头的，所以操作起来难度比较大，大家在选票的时候要接着前面核心票来看，就是说啊，要选前排的，后排跟风的要小心。好，这一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。